呗。嗯，金关卡。哎呦，这里。哦，金关卡哎，到哪里？哎呦。干，有枪。干不对耶，等一什么意思？然后嘞？哦，等我，等我这个玩完再来打麻。我我想说啊，看阿发在玩，我说好啦，好久没玩了。打开来玩一下。如果可以，我们飞到那天相遇，到世界。What is your will？ 在这里，我要放哪里？要放哪里？好像可以放。嗯？一瞬间，眨眼。不好意思直升机放不了啊。四次早安。你除了送椅子还送了什么啊？日麻作物做完了，我还没啊。不是啊，要放哪里啊？可以放吗？这不行。放不了啊！你好，不对不对，不是陷阱。只想拥抱。哦，放这边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放这个就好了。你说我送的礼物，椅子加卡片，哦，很有心哎。没有，现在玩这个游戏，我在想这个放哪里啊？没地方放啊！那壳子干嘛？被卖掉不行啊！
行啊。哦，删除费用是可以放了吗？哦，可以了。没事啊，像今天，你看，如果不开 YT 的话，没通知就不会来这边了。而且平时日，这礼拜礼拜一，我想找这几天找一天开个画图台，因为那要播版权歌，所以只会在图期开，不会留记录档。一瞬间，一眨眼。只想拥抱你。笑哦！啊吧吧吧吧吧，我错了。我还浪费钱。我早上打输一轮，直接解完两个箱。我现在还没看好今天什么任务欸。强大。等打完这个一轮困难模式，大概一二十分钟吧。等等上班先离开，好，拜拜。走吧走吧。好了。哎呦，惨了惨了！可以放吗？啊，哎呀，不行，惨了惨了！完啦，什么都不能摆啊。
可能现在就想听版权歌了。哎，等一下哦，播放放放这里。Oh yeah。放第一个好了。嗨，樱花 ，Hello Hello。在很悠闲，我还在醒呢。我十一点多睡醒的啦，但现在快一点了。哎，人那里？还在醒呢？对啊，很香哎。听得出来，因为怎么讲，睡醒到现在都没说话啊，所以声音也会哑哑的嘛。我那时候有睡一整天，爸醒了一整天都没讲过话，又一讲话他们就说你刚睡醒，我说没有啊，醒来六个小时了。啊，怎么声音听起来那么像刚睡醒？我说因为我都没讲话、啊。该不这也可以卖掉吧？哦，不行。然后刚刚又吃了巧克力吐司。我睡醒的时候直接讲话会不会很难声？有啊，你声音就比较低沉啊。
啊，结束，哎、欸，下一关。最后一关，最后一关。还是这几个技能很烂呢、欸。哦，真的是受够了哦！月下黑猫初见安安，狗翅聊天安安，哎，大叹气啊！天哪、啊，个大嫌弃。音响 OK。能下雨。我记得可以砍树啊，砍光了吗？哇，感谢发发，你要睡了是不是？来发发，这是困难第五关，感谢发发的揪团，谢谢。有没有看你最近在玩，手又痒又回去摸，看他要多了好多新关卡哦。这个树可以砍掉嘞，那不行了。早安，早安。这关打完就打日麻了。我要大85关，我想一下哦，13分钟吧。最近要搬家，电脑收起来了。没事啊，有手机啊，什么问题呢？只要没有勉强说一定要参加，不行，重新开始。
魔王光欸，等一下哦。然后看得到隐形，4万，
完了，发呆了，天哪！快了快了，各位，打开雀魂麻将喽！然后后面打这模式打困难，真的是有够久的。
噔噔噔噔噔噔。好了，我打完了，我们来玩麻将吧。收集，收集。不急，看一下哈，嗯，好，离开游戏，退出。有发现没人要跑去土窝地区求救，有没有人要啊？王浩在实况上啊。今天晚上还会跟安妮番茄打世界。哇，昨天真的是打斗技场打到我快睡着了哦。打了四五小时欸，为了刷装备刷不到，烦死了。累积弄放臭断腰三元，好，断腰三元，了解。我去楼下放个东西，我去放东西去楼下96810啊。请问冰兔宝宝是谁？怎么又多一个兔宝宝？请问冰兔宝宝是谁啊？哪个小可爱？可以说一下话吗？请问潜水多久啦？还是刚刚发发揪来的？安安啊，嗯，看到兔宝宝还是很开心的，好吗？对吧，最近认识好多兔兔类的 V， 我看他们香喷喷的皮。想打掉，可恶，怎么跑进来了？啊，不然就明天好了，明天开个画图台，然后来播版权歌来听哦，开心。
哎、欸，不对耶，你19年8月就有追随我哎，你潜水多久了、啊？天哪、啊，这个人怎么潜水潜这么久啊？被发现了，对吧、啊？你看，你不打字还可以永远潜下去，结果你一打字，要扛破功啦！而且19年哦、喔，我那时候还在 我还在退群呢、欸，不对啦，还在 FB 吧。我那时候还在 F， 还没去 FB， 那时候还有勾勾吧。我是2019年11月初才去 FB 的，然后是在2020年的4月勾勾才不见的。我是看外地一遍追的，哎呦，然后最近没什么片好剪的，自己直播的影片真的太无聊了。哎呀。啊哇！マイ、最後まで頑張ります。よし。リーチです。为什么设十张还要立直？没有啦。我在发呆，想说就让系统吧，就丢给系统啦。電杯です。リーチ一発、スモ、ドラ、ドラ、ドラ。不要发呆啊！没有啊，就是刚打气球打太久了，眼睛就是会目光会呆滞。喂、欸，有机会天河吗？地河好了，地河也行啊，没机会了，再见了。视觉疲劳没有、啊，就是看东西盯久了，会突然视线就是，哎、欸，撇掉。哎、啊、呀，是不是有任务要断幺九？哎呀，下次好了，下次好了，下一局好了，下一局好了。喝水，喝水。阿樱花，你是几点还要出门上班？你不是大夜班吗？还是什么班？
是该睡觉了，整天赶人家去睡觉。七，我看到啊，樱花该睡觉了哦。嗯，老板去看医生，我今天没上班休息，老板去看医生哦。还有哦，那你要常叫你的老板休息啊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来了耶！以后请多叫你们老板去休息。哦，你有，对，就说我很关心您的身体状况啊，绝对不是自己想偷懒休息。然后他就会把公司钥匙交给你，你就可以当老板了。哎，都算好了，是不是？都已经算计好了。これも勝利のために必要なこと。嗯。突然觉得这样好像很不错哎，对不对？或是你就会变老板娘了。如果老板是女的话，那没关系嘛，一样也可以当老板娘啊，对不对？老板不管是男是女，都一样可以当老板娘。龙。嗨，请问 JC 是哪位啊？初见安安，你好，你好啊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哦哦哦，没事没事。太阳，リーチドラ。你的国事梦怎么了？没事啦，没有事啊，乖，就两张而已。哎，你知道聊天室不能打等于等于吗？虽然好像没有在台规下面出现。看了一下，好像真的没在台规出现。好啦，原谅你。嗯，有点丑。好啦，来吧，开始玩。那念恒吗？阿恒安，来来，麦块频道安安，你好，还是环？因为其实黑色背景跟红色字体让我有点眼睛有点痛，气，更别说是深蓝色的字体了。これも勝利のために必要なこと。刚网络炸了，怎么了？叫你去休息了，叫你去睡了。房号几号？我忘了，98什么的忘记了，980什么的，有差吗？等一下看看就知道了。
没事啊，反正今天打什么，你打什么字都会叫你去休息，对不对？可能要去吃饭了啊，赶快去睡觉。初见安安，哦，赶快去睡觉。刚开太多东西了，什么？太多分页载了吗？看了谁的台啊？要介绍一下。完蛋了，没有酒桶了，酒桶在699手上，没了没了。你在更新游戏？哎呦，有什么游戏可以玩啊？ない。最後まで頑張ります。よし。舅舅想不想要北风啊？舅舅想不想要北风啊？舅舅。还是我应该称呼你为尼克？最近不是大风十一吗？那个我还好哎、欸。人家说管你还好，人家要不要玩而已。你要不要北风啊？好啦，给你啦。哎、欸，你还没有听哦、喔，白痴哦、喔！我以为你听了呢。没有，因为之前玩大风，玩到有点吵架，就觉得干脆就跟电脑玩了，不要跟玩家玩，会玩到吵架。乌米安，嗨乌米。哎、欸，我最近怎么去你的台，你都没有乌马我了、啊？我只有第一次去的时候才有乌马、啊。我是不是要求太多了，乌米？用可以用不用打的吗？你下次开台我过去的时候可以乌马一下吗？还是我要用换的？有兑换点数是五码的吗？可以清到你怀疑人生？没有，我想说你前一次好像有联动吧？不在玩那个吗？忘记玩什么？我记得你前天是联动在玩，然后那时候头发短，然后昨天还前天，因为我睡死，没有不是睡死啊，日夜颠倒啊！你不是就那时候在自己开台，那时候头发是长的。没有啊，这一位就是啊、欸，小光带过去认识的一位 V。那时候很斥责小光，为什么不早点带我们认识过去认识他嘞？靠长毛短毛区分。没有啊，就是我哎、欸、啊，我礼拜六那一天是因为我有出门，然后回来特别特别累，超爆累的。对，爆累，然后导致记忆会开始错乱，所以这两天我睡超多的。风堂安安，哎、欸，乌米有没有玩光遇啊？光遇可以抱抱哦，每次都在说要不要玩光遇啊，可以抱抱哦。然后都会发现很多人其实一开始都有玩，后面就没玩。我就觉得说，哇，是早期开荒大佬手游类游戏哦。我跟你讲，那款游戏比较特别，那款游戏光遇这款游戏。他没有打怪杀怪的成分，他只有被怪打的成分。你如果之后礼拜六有空的话，我都会开光遇台啦，你可以来看一下，就是看到一个石头飞来飞去。啊，我们的人物是一颗有魔法的陨石，啊，被阳光照到有了生命，是这样的故事。没错吧？我们又打不赢龙，又撞不赢螃蟹。哇哦！哇哦！哇哦！我看到溢满确定了，
也是跳在我这边，让我跑，可以烤螃蟹，螃蟹不是，哎，对耶，它有新的功能哦。你知道光遇是交友游戏，对啊，它就是比较偏互动偏高的游戏。哎呀，你都是什么时候开台啊？你好像也是很不稳定吼，因为你知道你的分页我都挂着吗？除非你都把我揪到别人那边去。哇塞！タイヤをドラにドラドラ。ハネマン。你是突发型的哦，那真的机遇不到了。大三元注意所。ダブルヤクマン。哇哦哇哦哇哦！那感谢 EDDY 啊，谢谢谢谢，让我有点清醒了，送幸福好了，对吧、啊？反正最后了嘛，你人真好，赶快谢谢他，赶快谢谢啊，我们的花粉奶雪，那、啊、感谢冰兔宝宝啦，感谢花粉奶雪，感谢尼克，谢谢谢谢，好扯，你也会玩是不是？要不要加个私定好友啊？开始骚扰人家女主播，我给你我的好友，看你要不要，看你愿不愿意加我啦。然后看一下哦、喔，显示，哎呀，我的好友在哪里？新增好友，复制，这个就给你。你看过气了，没人了，你看吧，我就说在图七开台后这个状况原因。那看来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开画图台了。不会玩雀魂，试着去学，但一直没有真的去学。啊，来啦，我教你啦，好不好？最近刚好要教几个新人。最近我们安妮主播对日麻有兴趣。叫你奶学就好了。啊，学奶对不起，奶学对不起，叫你学奶就好。好的，学奶。干嘛笑什么？你是笑什么？笑那么好看，太过分了吧？你看你笑得那么甜，又不笑给我看，太自私了吧你！我忘记那个怎么讲、欸，就是之前就是说，你的手那么漂亮，不给我签，长得那么漂亮，真是太可惜了啊！类似这种屁话。油腔滑调。没有啊，就时不时戳一下、撩一下。欸，所以那个衬脸颊真的是你亲手一笔一笔全部画完的、喔，那你真的很强欸。那我还想说挂你的台，你那天直接画给你，就突然觉得好羞耻哦、喔，在一个明明就会画画的人面前画画。白痴，我要解每日的哎、欸。然后现在想想，有好多好多那些出道的 V， 那些出道的 V， 哇，一些技能都真的是点满哎、欸，会唱歌又会画画又会玩游戏，我的天哪、啊！都想说哇，那些皮好香哦！因为虽然是委托别人的，但是自己本身都还会画画。你喜欢自摸什么意思？不好意思，
怎么就直接在聊天室说你喜欢自摸？这种事情不要说出来，这种玩心自摸，这个也不要讲出来，好不好？不是哦，你就在那边讲我喜欢自摸。力气。Rom， 感谢你。这怎么涂啊？我被打。被打吗？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可以再一次吗？你可以敲我一下吗？讯息不见了。为啥？没有啊，你跟好友请求有够满的吗？一些奇奇怪怪的观众都会加好友啊，所以你知道我的等待好友有51个都还未接受。棒。所有对建议。封锁不对，封锁。リーチ一発ズモチートイドラハネマン捏烂捏烂什么东西？什么？你的牌被你的牌被捏住哦。不好意思，你要敲了没？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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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终于！哦，好大张，好大张，这干嘛？这张太大了吧？哇哦！什么猫脸啊！天啊！欸、我还要存很多很好笑的、欸。我们都听一样的。我刚听什么？发财吗？哦，哦，你说这两，你们两个哦，哦，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你这样我只好给你看步步了哦，这是步步，没有啊步步嘞，二三，リーチです。哦，对啊，还一位是鱼仔，嗯，鱼仔当家，等他到时候绝日嘛再来教，有安妮鱼仔，
那看你要不要学，要学的话到时候再来教你。啊，十一月了哎，一年又快过了哎。落ち着くのだ。ロジックでドラをすり替えるの。イカ様だ。哎呀，结束了。リーチ、ドラ四、ドラ、ドラ三。バイマン。哇，中礼宝，怎么那么爽？啊！感谢马同学，感谢 JC， 感谢呆鱼啊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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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看啊，感觉今天可以重复抢了、啊。我任务还没解，我的断幺九，我的三元牌还没解到啊！完蛋了，完全过气了。被 DC 干一下，等一下。嗯，啊，救过气实况组。就过气框子，好了，没人了，来吧，你们重复进来吧。还是说呆鱼关掉游戏了？我又回来了。呆鱼嘞，还有要玩吗？在上班还是上课吗？好，还是这一场我就解任务，就乖乖解任务，不要乱胡牌。看来我还是乖乖解任务好了。嗯，开台已经没人抢房了。来屁啊！你又不在聊天室，所以是还可以再打、喔，对啊。已经过期，没人要进来了，赶快进来陪我吧。不是啊，如果你在上课，上课那些就不要进来了。那上次有一次，有人在上课给我抢房，我想说抱歉，刚老师点名，我就重开游戏了，我就直接大退重开游戏。安安没通知，没事没事，刚走路没听到，没关系，等一下让西敏跟小熊先进来吧。非得我要跑到 DC 群干一下才会出现，天哪，西敏你太扯了。哇，退取真好，没办法回收讯息，干啦。嗯，第几？你刚剪完头发吗？啊，谁会知道你剪头发？你又没讲。呆鱼都知道我开台了，你会不知道？骗子！ロン、正義の裁きを受けよ。
手机 Twitch 没跳通知嘛？我不管啊。好啦，不然以后开台我都贴在 DC 群嘛。有没有？就是跟以往他们帮我贴的，说有双开就贴双开的，单开就贴单开的地方。他们比较开心。超开心！你又不在 DC 群，你开心什么？然后是最近中午又比较凉嘛，就跟之前玩阿尔宙斯一样啊，就应该可以开中午跟晚上的台。你要相信我还是爱你的，我不信。哎，才不信嘞！天敗です。啊，我杠到了，不是会员那个 DC 吗？哎、欸，你有哦，那、啊、会员 DC 啊。漫画。原来你在哦，抱歉，我以为你不在。哦，对耶，你是为了打日麻加会员的哈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抱歉抱歉，老人家老人家，抱歉啦。HTT 正在输入讯息，好想跟过气实况组打日麻哦！啊，又在嘴我，天哪、啊，这个人。嗯。嗯。ボンです。你回来了？怎么了？去哪里？去哪了，女人？刚刚家里来换新电脑哦，新电表，新电脑啊！我说这么好，换电脑，说换就换。过气实况组在等十八号的宝可梦。你要新电脑，跟你某位老板说啊。叫，叫大声一点。啊，笑卡大声的，笑。其实我现在电脑性能也不错了啦，所以房号多少？靠，我怎么会知道？你问马同学啊，问呆鱼啊，我没有在抢房的。好了，我等一下稍微记一下，好不好？980，零多少？落ち着くのだ。マジックでドラをすり替えるのはイカ様だ。98610不是吧？980多少吧？ロン、正義の裁きを受けよ。你先打打看，对，有人快飞了，你先打打看。不不相爱，别说话。有一点喜欢，啊，ツモです。今天本来是要双开，但是想想还是多一点时间在图奇这边比较好。
打打看不存在，那对吧？就是零多少啊？九八零多少啊？我看下九八零六，零六多吧？来从九八零六零到九八零六九打打看。ドラさん。バイマン。ハチトイトイ本一ドラ。ハネマン。好，剩段幺九了，段幺九了，各位，段幺九，段幺九，解完，我解完就结束了，有没有？等一下，我想，等一下，我想用哪只角色？等一下。你等下，我想用哪只角色？什么意思？啊，你进来再用就好了啊！你是在干啊？是在哭哦？ドラゴン。我一直觉得他在讲多拉贡诶。你有这样的错觉，每次打宝牌出去都讲一下哆啦贡，我想说干嘛？你打了龙出来，我右手撑开了天，化身为龙，对吧、啊？帮打尤安安哦，我记得了，哇！怎么天罰よ下りたまえ？不好意思。要开 party 了吗？什么 party？ 你说全民 party 吗？我傻眼，但要解到任务吧？我怎么知道你解什么任务啊？欸、我要解任务啊啊 ！EDD 又飞了，自摸的部分不知道哎、欸，自摸不是要粒子才算自摸吗？有吗？他刚好显示自摸吗？有的话才是哦、喔。啊，感谢马同学，感谢绝奶，绝奶吗？还是奶雪？对不起。雪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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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啊，西米你好烂，西米你还进不来，笑死。我怎么会记到奶雪？奶雪是不是之前一个退取的实况组？你不是说留个位置给我吗？啊，不是啊，这三个都是没打过的啊。啊，谁知道稍早就空在那边空很久。你问一下他们刚刚，我是空了一分多钟。我想说那个慢慢清楚再打啦。我想说你刚刚不是在慢慢挑角色吗？你就慢慢想嘛，对不对？你想认你想嘛，对不对？
我第一次打的时候蛮痛的，打什么东西？我第一次打的时候蛮痛的。啊？什么东西？打什么？打日麻吗？好，打番号，哦，就满的，我怎么看着蛮痛的啊？天哪，我的眼睛怎么了？我是要休息了哇？蛮痛的，我可以看到吗？蛮痛的是怎样？天哪！繁星累了哦，繁星，繁星开台才一个小时就累了，是不是？啊，繁星，繁星你太扯了哦！色兔子，我色兔子，开什么车？啊，这里是开车吗？没有吧，这两厅开车是不是？我也不会打人啊，那我就不知道了哦、喔。这我就不知道了、喔，是没被你打过啦，你也没被我打过啊，你小心不要来台湾被我打。看一下刚上一个马来西亚来的。被我打的怎样？砰！哪个？你不认识？你不认识啦？啊、哦！所以小雪汪是汪打油，好。那请问这个萨库拉是樱花吗？我知道萨库拉是樱花的是雪雪野樱吗？ランです。到台湾有很多人要打我啊，肯定的。你不只到台湾吧？你到马来西亚，到哪边都会有人想打你吧？是雪野樱哦，好的。哎、欸，你们很熟是不是？你们两个是很熟吗？耶、yeah, ！解完任务了，我可以开心玩了。白宇跟西敏不是住很近吗？哎、欸，拜托，如果打起来，请录影好吗？请录下白宇打赢的过程给我看，我不要看西敏打赢的过程，那不好看。不想看一些难看的画面，好吗？不想看西敏虐菜的画面。静安安，リーチです。见鬼了，我没有打架，东西。白鱼是菜，对啊，他是我的菜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吗？你还想说什么？你还想要，还想要离间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吗？
见过怎么变见鬼？什么意思？七。哎，我有类似的哎、欸，我那时候就弄到了，看一下这个。啊，你有这张哦，哇，可恶！リーチです。可恶！啊，口水喷出来了。あ、ツモです。哎、欸，这好棒哦！他可不可以把 GF 调个位置啊？可恶！浪！哎，我存你的 GIF 哦，在，没事。好像没有飞过教主吧？怎么会没有？有吧？我突然觉得在这个时间点打进来好像有点不太对，打进什么东西？打什么？打进来什么东西？哇哦！哇哦！进来打！完蛋，我的眼睛怎么了？我突然觉得这个时间点进来打好像打进来，我怎么了，繁星？繁星去睡觉好吗？繁星。ドラゴン。啊！繁星该睡了哦。嗯。啊，为什么这时间点进来不对啊？残落月情安安，下午好，下午好啊。马同学名字前面那个图案是什么？图案？欸，我有忘记那是什么了欸。我已经不是，也不是什么，不是。所以我等等还有机会进来吗？看一下，反正先让没玩过的玩嘛，不然又说我位置留给他啊，他又进不来，又在那边哭哭哀哀的。G です。话说房号是多少？不知道啦，忘记看了啦。来，房号再来98，96810。
温馨提示，这番号有两个字是反的，所以不是这番号吗？960不是810吧？960818吧？960118吧？最後まで頑張ります。よし、あ、ツモです。飛飛了。タイヤをドラドラ、ハクトイトイトイ、本能と本一バイマン。飞飞了？没有啊。要知道，你要知道，狮子是喜欢玩猎物的，好吗？怎么剩下300？啊？怎么了吧？一个随随便便的自摸就结束掉人家的人生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是不是比较残酷、被羞辱的感觉？我昨天光，应该说早上光遇超惨，完全没有活人在。我到处点开星盘，到处传人，直到传到真的是最后一个有在发亮的人之后，我就走过去问说，我就看过去看说，啊，是活人，可以跟我击个掌吗？然后解完之后，我就去睡觉了。补血了哎，欸，天哪，欸，还有西敏，我记得我说过我不喜欢看到人家打那两个字哦。啊，可惜了可惜了，不知道自己在打什么牌了，天啊。夜舞吗？夜舞安安。你上一局有全妖九牌。我前面有一局手上全有九牌，你都流掉了哦。嗯，ドラゴン。
很多都重复的，那你怎么不做那个啊？混拳带腰啊！哦，混老头啊！我怎么说混拳带腰？白痴！白痴！ない。最後まで頑張ります。よし。リーチです。カン。ロンです。欸，不好意思，条子不好吗？凭什么筒子啊？为什么不要条子啊？本日ドラさん。ハネマン。混一色不好吗，小姐？混一色不是很香吗？为什么啊？奇怪了。おかげさまで勝つ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。好了，感谢樱花，感谢熊熊，感谢王大友。你最后没有条子，我看看你打了五条出去，哎。阿信不是要进来？不是有八万吗？欸，有吗？我没看到八万呢，看到太多条子了。电脑还没开好，你开太久了吧？先暂离了，好，拜拜。你开太久了吧？哦，西米你好烂哦！放弃是不是？好。没有啦，取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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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抱歉，我冲动了。取消取消取消，西明不想跟我玩啊，有吗？每次进来就说不想玩。我刚被楼下的六分钟左右开不了啊，不会先开啊，不会用手机。如果西敏真的不想玩，要说啊，不要勉强你啊，好不好？毕竟你那么爱我，嗯，所以你难道说，哎，我撕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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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哈哈，うちの手のひらから逃れる福運があるとは。トン。看一下哦，传送讯息。
ち。三四，最後の十枚になっても、我就知道，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ぜ。服着てる。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。リーチ、ピンフ、イーペーコー、タイヤをドラ。ドラ。シャア、本一、ドラさん。ハネマン。自摸对你来说很简单呢，那是啊。看到正厅，对不对？没事嘛。哇，谁那么好？谁啊？那么好。这个自摸次数什么意思？你应该说这个正听次数吧。三六。啊。每一场都自摸啊？没有啊，前几场没有自摸啊。哦，几乎哦，没有啦，没那么会摸啦。嗯，要吗？不要。哇？还好没有要哦哦哦，一二还差两张，好的。又来这张，我要大哭哦。好，亏我一个，我看一下。啊啊啊啊啊！我知道他，我知道这位啊。我也没有臭啦，是因为有朋友跟他们一起玩 DBD 啊，然后才知道的、啊，不是我低好不好？是我原本不知道他、啊。我要拍给你看，我没有低他。对啊，他不是玩 DBD 吗？你看，我没有订阅，哎、欸，哭啊！
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哎、欸。龙。不好意思哎、欸，原本是我的耶。不好意思哎、欸，还好没合。还好我的手手有忍住，哇天哪、啊、还好任务解完了，不然我就喝下去了。你好扯啊，也只有这模式可以这样玩啊，对不对？不扯啦不扯啦，比起一炮双响，对不对？最后讲话有四战客动一大声比较好听啊。太无聊，安安。完了，突然觉得我是牺牲我的视力在打牌。天哪，我的视力越来越差了，快看不到人了。得用手摸了。以后我要我以后跟你们打日麻，我都要听打出去的牌是什么声音了。哦，看，等一下火鼠打出来，哦，这个是红中，红中的声音。等一下用阳寿，我是用视力，哇，看不见了。流氓却是，那我们要拼这个吗？五六七吗？不要，我不让他立直，不许你立直，火鼠。要官方弄每张牌都有语音打手念什么？哎，可以啊。还要不是啊？他这样子就算真的话，那请问盲人要怎么点？有没有滑鼠在这边？他要怎么触控？怎么点？你看最狠的，对吧？都说不会口人，都是骗人的。好啦，感谢西敏，感谢火鼠，还要感谢这位林，不会念燕，感谢啦。西敏说话都是假的，感谢感谢。96810，为什么会是960多少啊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信你不是要进来？信口开河，不好意思，信还没进来。信你有没有进来啊？信，因为信口开河是不是？请问你是不是也是讲讲的？说要跟我一起玩都是假的。我们先打，没有了，我准备要关台了。这可能是最后一场，两小时了。好啦，最后一个谁要进来？布咪要不要来？布咪不会玩，我想想，没了，来吧。干，我要把你踢了。哎、欸，无聊，你要不要玩？无聊还没玩过，无聊要不要玩？你只要打一句好，我就把他踢了。无聊，无聊第一声，没好，你留下来了。早啊你，早啊小鱼，完蛋了，开始了小鱼。没事啊，晚上还会开魔物猎人。你怎样？
妈的，不会早点打字吗？是不会早点打字吗？畜生们，你出门了，好，路上小心。可以不要让我一直骂人啊？骂人很累的嘞。想想那天骂的番茄，我喉咙痛到现在。你是白痴。你绝对是白痴！我刚回来，怎么听到我在骂人？啊，有人欠骂。你为什么一直骂人？啊，就有人欠骂啊！日本大神繁星下午好啊！日马大神，日本大神，我真的要休息了啦！视力开始看不见了。今天是看错字，完蛋了。到现在很久欸，很久什么？你说哦，你说喉咙痛到现在哦，那就只是稍微大声就觉得喉咙有点痛。我今天一直眼皮啊，请体谅一下老人家。你就不要下次做错事情被我纠正，好吧？纠正一次我就念你很多次。给乖给乖。啊！我要播你那个尖叫的声音，要不要？你知道错了吧？你也知道错了，对不对？你那个按按钮的尖叫声，要不要让大家听一下？哦，斗阵的比赛终于结束了吗？因为在挂那个斗阵联盟代币。我错了，大大原谅我啊！繁星怎么会记仇嘞？对不对？处女座怎么会记仇？又不是天蝎座。我下次一定会再笑你，你等我一下哈，找一下。笑我是不是？偷臭谁？没有臭谁啊？然后有人说处女座是不会记仇的星座啊？我说都是什么刻板印象？我记仇的很欸。那个精华在哪里？爱上你，我总在学会寂寞的滋味。嗯，我们烧厨房那个精华在哪里呀、啊？找一下哦。啊，怎么又自摸了啦？人家会误会，我真的会那么会摸哎、欸，完蛋。理解。哦。龙，过来来过来。找不到烧厨房那边，放弃吧？怎么可能放弃？我的字典里没有放弃。啊，万一我找到的话怎么办啊？你多播个几次来听听。胜利。他感受到害怕，他一定怕的啊！那是他一生的耻辱，你知道吗？他这辈子最大最大的耻辱就是遇到了我，对不对？你这辈子最大最大的污点就是认识了我，
认识我还好，是跟我玩的烧厨房那款游戏啊。烧厨房玩的还好啊，是刚好开台叫了一下那个声音。你这辈子人生最大的污点。那你将来结婚，请不要邀我去参加。你一邀我进去参加，我就会播这个记录档出来。才没有我这么爱你，你知道小，你知道西米也跟你讲一样的话吗？我那么爱你啊，每个都在那边爱我。对不对？你们刚刚有在聊天室的，西明是不是跟他讲一样的话？对吧？屁！真的啊，他讲一样的话呢。有啦，真的啦。我每次在嘴他，我怎么可能？我那么爱你，他还是这样讲。你们真的是香港人都是这样子的吗？找到了，小鱼。我们是真爱。到哪里找回真爱？找回所有遗憾，爱的真相能不能重来？眼睛干涩，有没有听到广告的声音？快速补水，瞬间锁水。好啦，集合啦！你们记得按回去哦。好。就你可以放里面那一格，都放最外面那一格。哎呀，性命两百耶！要丢一下。过去了。哎、欸，怎么不见了？哎、欸，快拍子！来不及接啊。なんかちょっともったいないけど。ああ。ポン。ああ。ズモです。よかった。臭大笑。臭屁。臭屁。臭屁。看一下。臭啥笑？臭屁。笑得太好笑了。屁子。给满分。不许。来，这就是那个怼我的下场，好吗？不要被我抓到我把柄，还敢抓我语病。来，有兴趣的可以刷一下这部影片。啊，你怎么跑了？还贴出来，这叫公审好吗？人性呢？我是兔子，我是会记仇的处女座兔兔。哎呦！好大哦！然后公开处刑的处就是处女座的处，好吗？不要惹到处女座哈。我要让处女座画上更重的污名，哈哈。最讨人厌的星座第一名，臭自己。没有我，你的生活少了很多乐趣，哎，啊，这是真的，对不对？玩鼠肯斯坦居然跟路人不跟我玩啊，好难过。处女座是不是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我要拉低，我要拉高我们最讨厌的平均值。我下一张皮真的只围一张头出来就好了啊，就裸露嘴巴真的比较好看。
五口。然后就有人说可以看你的腿吗？就拉起来，下半身全部不见，好棒哦！这样想想好棒哦！你好恐怖哦，繁星！戴口罩的概念没有啊？我就很喜欢遮东遮西，只留眼睛啊！啊，要不是肩膀上有水母，我就直接拿那个围巾来戴了。我说光宇啦。光与你相遇，悟空属性，那个谁，吴明乙还在吗？等一下这一局结束后，开个光遇给你看。那现在入坑是一个Aurora的啊联动季节。跟唱《冰雪奇缘二》那个啊，那个啊，联动哦，西米你完蛋了，我要自摸了。原来光遇是这个意思哦，对啊。我在，但是在玩瓦罗兰。好，你先认真玩。你先去挖好吗？欸，不好意思，西敏，你跑屁呀！自摸就在这边了啊！你又自摸了啊，没办法，我今天自摸的几率这么高啊！天哪，这样人家会误会耶。繁星好会自摸哦，好扯哦。自摸有很多吗？看一下啊，哎，没了。真的很高，欸，今天真的比较高啊，平时没有啊。欸，被西明跑了啦。啊，怎么还有？没结束哦。啊，以为你死了我们就结束了啊。都是你。都是你，看来今天是要让你摸到爽。哎呀，肯定的吧，一天不摸个三次四次怎么够？三啊，怎么没有处罚他？我想啊，等一下可以看东风场的自摸几率。现在啊，这个吗？自摸率还好啊，三四点七九好像有点高哎、欸，三四点七九。你看我例子就很差，克制不住小手收，六六六，嗯。好像四十几趴就很夸张了吼。啊，这个移位率的话是那时候打任务待遇陪我洗的，因为那时候都要移位嘛，移位才能有解那个任务，所以这个移位几率起出来的。被飞几率，天啊，等一下去看别人的，就是你了。被飞机，哎、欸，你多我一趴、欸，哎。
最大连装是，看一下哦、喔，对，最大连装五。西敏，我又要自摸了哦，西敏。好了，我们可以看了。哎、欸，还是你的比较好摸。哎呀，你拉低我自摸的几率了，可恶！东风场，你按总局是1331而已啊，其实也还好吧。我玩了这游戏两年，看一下，别97。看一下，27哦，这是有人场。第几？6621。哎，你除了有人场，应该有玩吧？121。哇，看来是都喜欢互相伤害的。阿麻鼠嘞，看这个人狠吧？合牌几率，你看自摸率，他也很0.43，哇！麻鼠，你玩这游戏玩太认真了吧？可以放轻松的玩吗？你玩这个游戏，请敞开心胸的玩好吗？吉米要看三吗？你说断位场吗？那不让我看，好扯。哎、欸，碎啦！リーチ、タンヤオ、ドラ。西敏受伤的世界，我很轻松啊，有吗？谁15连装？麻鼠吗？哎、欸，等下不要走，麻鼠你不要走，麻鼠你不要走，不许你走，冻住不许走。投げかなくてもよい。なんじ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るのは当然なの。你是捡那个吗？捡那个任务吗？恭喜下班。哎，西敏看一下哦，看一下西敏的斑马794，有人场50，啊，还好啊。他比较喜欢伤害兔窝的人。好啦，感谢今天的收看，感谢。真不能看的哦，查看这里对，然后一个一个看啊，工程一下。有人场，我们看有人场就好了啦，不要。我一辈子都记得他，这位冰山，好不好？记好哦，处女座多记仇，他断了我绿一色的梦想。然后这个西敏是断了我流局满贯的梦想，请不要惹到处女座，尤其是喜欢兔子的处女座啊，小心一点，很记仇的哦。有人场，跟你玩会很心结，会很心结吗？会啊。所以他们都口口声声都说我那么爱你之类的，私下其实都很恨我。要看他吧，这个合大牌几率。你看一位几率跟四位几率，你看这个落差。班数达成，来看一下。你看。总对局数2443，他已经是我的两倍了哎。这个人，你看一下这些牌，看最下面的好了。这些是兔窝梦想家啊，小四喜啊，9次，九连宝灯啊，3次。你看他找了27年寿命了。国士无双13面啊，
还是要看段位场啊。他有打段位吗？哎、欸，好少、哦。我记得他们都比较喜欢打三码，对不对？还好你没结仇，没有，主要结仇都是干爹，那些观众就还好，干爹的话结仇的比较多。他们都喜欢跟我结仇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来看这个，嗯，你这柴鸟不是喜欢三马吗？哎、欸，柴鸟平时都没打段位的哦、喔。哎、欸，原来柴鸟这么喜欢有人场哦、喔。屁啦，怎么会这么少？他真的是没梦想的平湖大师哎、欸，平和大师。既然你不能爱我，就让你恨我吧，什么意思之类的吗？什么？没有啊。然后爱你很辛苦，恨你很累。还有谁？小龟龟，龟龟啊，看一下他段位。这个就是刚刚那个啊，那位啊。我跟你讲哦，我的战机怎么看啊？哎、欸，来，哎、欸，怎么看？哦，这个，我的这些段位场238有220都是他打的。为什么有18？ 18是之前打那个赤羽之战自己打的。那时候我觉得赤羽之战让我比较敢摸。比较敢摸路人，不然打路人我真的是没办法。你的走势好像猫在举手，我的吗？谁？猫在举手？你说哪一个？还有南风场可以看，你说冰冰的吗？你要看谁的？要看谁的？要看谁的？赤羽是活动场吗？哎、欸，那就238场都是他打的喽。南风场，活动。哦，那这个就是应该是我自己打的。哎、欸，也不一定哎、欸，他有打。看看有谁有绿一色。我也有绿鱼色了啦，所以没关系啦。因为那时候呆鱼陪我姐的时候就绿了两次啊，在这里，所以现在绿鱼色就觉得还好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是三人马。等一下，三人马。两次在这里，不对啊！我们来稽查，有谁四人场的？有人啊？有绿色的，通通删好友。先看你，好不好？有人场番数绿鱼色，一有就删掉，好不好？绿鱼色好，留下来继续骂，留下来继续骂。啊，马同学。得人得人得人，好，留下来。西敏三好友就看现在了啊。对，西敏比较夸张啦，他有四杠子。绿一色绿色绿色，两次，我可以删你两次好友哎、欸。你看，四杠子，这个更折寿命的牌，他合到了。三码绿了会被删吗？不会啊，四码才会。四码绿了会被删。想你也想被删是不是？删好友时间。零好，我们的爱还在。
还好我无法加好友。对啊，到底为什么啊？因为地区不一样，不是吗？知道还问。哎、欸，我想问一下哦、喔，如果Steam没有办法下载雀魂的话，要怎么办？用 VPN 跳吗？因为某只宝可梦想玩日嘛，但是他说地区不能下载。网页版哦、喔，网页版就可以了吗？想加好友，你有送吗？不是，你要知道我的好友曾经删掉过一堆了。别看我这个150，我之前已经前阵子删掉过一堆人了。同意。啊，无聊，你有加吗？你没有加吧？我最爱繁星，都是假的。祝我自摸，好，祝你自摸。十四颗麻薯，哎、欸，我没加你好友哦、喔，我同意。哦，没记，那下次吧。你看哦、喔，我的好友列表嘛，有些我也是舍不得删啊，像这个傻兰是那个啦，那个米娅那边的嘛，啊，小光就是小光嘛，啊，这狗就忘记是谁了，我喜欢樱花，我也忘记是谁了。白秀秀是很早之前有一起打麻的观众，然后这几个其实都很少出现。梨子、幽梨，不是啊，不是他，可爱死了。这个是那个闪闪，你看很多其实超过一个月都没删，但是就舍不得删那个啦。那低能他啊，等喝。怎么办？日麻少女复刻，我会想要氪金哎、欸！啊，来看看他有绿色我就删好不好？啊，没有，可恶，可惜了。氪啊，不是，雀魂太贵了。虽然我的手厨都还留着，但是。很贵耶，抽交给别人，哎、欸，对吼，反正抽不到，压力是他嘛，对不对？小鱼，你到底想怎样？人家帮你打活动了，我又帮你抽东西，你还在那边情绪勒索人家。好啦，先开一下这些。欸，还有几个啊？没了吧？两个。好喂，好喂，好喂。我现在不会有压力了，怎么了？为什么不会有压力？你们那边也很贵。好啦，别抽了啦，好不好？神色贵宾快了、欸，好恐怖哦、喔。在福袋屋购买十次商家福袋。嗯，好了，我开一下光遇给乌咪看。噔噔，确定。哎、欸，刚好三点，花别人钱就是爽，不是你那时候都是花一花，花到最后自己掏钱出来啊。我就觉得很对不起你啊。我说，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怎么花到你自己的钱了？你差1000就搭护法了，啊，那是西敏的钱，又不是用在我身上，对不对？啊、秀秀也整天说要来看我的，他也没有看啊，说要给我钱也没有给啊，对不对？他以为他花个1000块可以3个月不看我的台。啊呀呀呀呀，又要跑去刷社尾了。1000是多少？6000块嘛，台币。
来那个樱不樱花那个乌蜜这个不会炸符吧？不好意思欸，刚开欸，三点而已欸。请问炸符了吗？没有吧？哦，在。我说不要吧，还刚要介绍这款游戏，啊怎么炸服了？我四千多吗？没事啦，你就氪啊，喜欢就氪好不好？你看我原本也是说不会在游戏上，不会在日麻上再氪金的啊，结果嘞，哦。受不了了，怎么那么香？会动的小舞好香哦！哎咻，你先闪了，好，拜拜。那你看这款游戏嘞，就是你觉得手游可以做到这样子吗？是有啦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，那时候我真的以为它是纸片的玩具，啦啦啦，纸娃娃而已。都是平面的，因为那时候只看到照片而已。结果进来玩之后才觉得说，哇，角色可以这样转来转去、动来动去的。欸，呆鱼过来抱抱。然后还有衣橱，它可以改你的脸型，然后衣服、发型、披风跟你背后的东西。就比如这样，我让变黑一点，太亮好伤眼。怎么没有？阿宇为什么不跟我抱抱？刘颖安安 ，Hello， 哇好，晚上了，网上了。然后这款游戏啊。因为现在我是用最矮的面具啦，所以现在因为这个活动啊，活动刚开始有这些衣服，那下面是以往的衣服，好吧，就拿你下手了，来抱抱，你看，虽然看不懂啊，等一下呆鱼过来。大鱼快过来抱抱，头上好可爱。这个现在买不到，这个要等明年那个了，中秋节。这是中秋节的兔子，它其实有很多好看的头饰啦。但是啊，来了，我们可爱的小大鱼来了，来抱抱，大鱼过来抱抱，抱，看。角色可以抱抱哦。然后啊，刚不是说面具吗？因为这个面具是特殊的，它可以让你变最矮，但是你换其他面具就是回到你原本的身高。啊，应该换一下。这个是现在万圣节的发型，如果你真的想玩的话啦，我可以想办法干一点，帮你弄出这个发型。因为这个发型是不用氪金的发型。欸，跑哪去了？这个猫咪头是不用氪金的。看这个猫咪，我相信你应该也是比较喜欢猫咪啦。这个猫咪头，这个是不用氪金的发型。像有些发型，像这个，你看这个人的头发是戴巫师帽吗？它是这次万圣节的氪金发型。对吧？如果你真的有要玩的话，我可以在这几天好好带你解，不过时间要有点长。
因为万圣节的东西都看起来酷酷帅帅的，所以很多人都平时常那个常常带的就是万圣节的东西。你看哦、喔，看一下哦、喔，动作改这个，然后衣服换一下，这个好。然后因为我就是一直都是兔子头嘛，兔子那个包那个头上的兔子常戴着，但其实我明明就有更好看的、啊，你看，像这个看起来很帅，这是圣诞节的，圣诞节是这个，然后万圣节是这个，但是圣诞节真的比较好看啊，所以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搭，这样子搭。有没有帅？很帅吧？啊，有兴趣再来玩啊！但是能的话，就是越早入坑越好，因为这游戏就是你越早玩，你的角色就越值钱。对吧、啊？就类似这样。那这款游戏它好玩就是在互动上嘛，因为看、欸、你怎么那么小只。你看哦、喔，这样它不只能抱抱，还能背背。你看，它现在是用了魔法啦，变得比较小只。哎、欸、嘿，看不见。对吧、啊？但它很多蛮好看的啦。如果你要的话，也可以等明年呢。明年的那个情人节的时候有这个发型，这个樱花头，这个是氪金的发型，没错，氪金发型。这样看不出来，等我一下哦、喔。我觉得樱花还是小小只都比较可爱。你看这个，哎，重点。妹妹头，然后双马尾，等一下换一下。那刚刚不是说这游戏越早越值钱吗？就是因为有些东西绝版了，像我这个披风围巾，这围巾绝版了，买不到了，所以我这个角色也其实也蛮值钱的吧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我才玩一年多啦，这游戏已经快三年了。这还有魔法可以用，哪一个围巾吗？可是围巾用完就没了啊，对不对？那相信你也是有看过半爱这个 V 吧，对不对？那这是半爱的，有没有半爱的蝴蝶结？然后这个是半爱的发型在哪里？半爱在哪？哎、欸，手机找得到，手机平时找得到啊，啊怎么 Switch 就找不到、哦？嗯？哦，在这里，这个，哎、欸，那，所以当时你知道米娅吗？其实米娅那时候就是在樱花季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樱花发型双马尾那个，那时候我问他你要不要玩，因为你这个发型跟你还蛮搭的，但是我没有逼人家玩啊。这个是半爱的披风，他是今年那时候今年卖的，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出啦，所以，哎、欸，这游戏就是早入坑早享受。网入坑只能买账号了。然后这个樱花的披风是配樱花啦，在这个有没有很少女，很棒，很可爱，很好看。
驾驶我还以为，欸，我有看到你今天不是有披那个吗？另外一个小王子的披风，对吧，啊？那再来就是他有很多姿势可以选，那我是比较喜欢这个啦，这个坐下来很可怜。那刚刚不是跟你讲说这个游戏是被打的那个吗？被打的游戏，因为这个游戏里面有几只会攻击玩家的生物，那其中有一只就是，欸，就很凶，我带你去看。欸，好好好好，点不到，欸，不好意思。钓组，你看我的头，有啊，我看到啊，怎么了？可以点吗？还是什么？钓组啊，叉叉不是色色安安，怎么了？你的头怎么了？可以点是不是？这是不是魔法吗？啊，对，每天要买的。买一下，买一下。啊，提醒哦，免费魔法昨天更新可以领哦。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。勉强乞丐装，很像形状很母汤啊，我知道啊，就是两个辫子，那个缎带加那个，我知道啊。没有啊，他是戴那个半爱的蝴蝶结，再加那个啦蜡烛啦，那形状就是两白就是屌嘛，发型啊。那这款游戏我们每天要做的就是去收集烛火，就是你有没有看到我左上角那个282897？你看有没有？我们烧这个东西有东西会跑到我们身上来，有没有？我们就要收集这个东西，然后。那个收集到指定的量之后，可以把那个把烛火变成蜡烛。那蜡烛是这个游戏里面的货币，所以有很多东西是用蜡烛换的。那隔壁那个白色爱心就是爱心，它是用三根蜡烛换来的东西。那通常都是从好友那边拿过来的，就是他们现在我的干爹他们都会很多啦。都是每天花三根蜡烛送我爱心，转换成爱心送给我啦。有没有这个游戏就是用蜡烛啊？对，那要买的东西都是先煮，讲白了就是台湾的习俗嘛，用蜡烛去用蜡烛去给先拿蜡烛跟先煮换东西。欸，讲白了就是烧香拜拜那种感觉。没错，哦，光遇就是很像还愿之类的。那我给你去看哦，楼上这个东西就是会攻击人的东西。这个楼上有没有看到黑黑的那些一条一条的？他们会咬人，被咬到之后，就是你要看到我最上面不是有个半龟圆龟的东西吗？那个就是类似我们的生命条。我们你看我用力飞一次会减少一格，两次就是两格嘛，有没有看到？那这个东西就是要靠这种会发光的那种温暖的东西来回。简单来讲是用这个东西啊，还有一些其他东西可以回能量啊，那个等你之后玩再跟你讲，有没有？再慢慢回，就当你如果上面的东西已经见底了，然后你又受到伤害的话，你那个你上面的东西就会开始慢慢扣，
啊，我先讲个大概而已啊。等你进阶，我知道你现在可能听不懂。等你完了之后，再跟你讲一些进阶的东西，不进阶啦，开始入门的东西。好像蟑螂没有，它是皮皮虾。那这边是召唤皮皮虾的地方啊，跑上来大便。好，那这边是活动场地。这里活动场地。那我每个礼拜六都会开这个在捡我们所谓的金人，就是捡我们上面能量的那个啦东西，因为它要满足到，你看我现在，对啊，你看我上面现在显示有没有？他说179，然后挂号下一个等级200，对不对？就是我现在身上总共有179个那个能量。那我还差21个就可以解锁到下一个翅膀，就是我的第12根翅膀。那我现在有11根翅膀。然后现在这边是活动场地。这边现在是万圣节场地。然后这只猫猫很鸡掰哦。这只臭猫猫。就是说猫猫会把人家弹飞。哎、欸、啊等一下哦。那这边的螃蟹是不是也可以拿螃蟹。哎、欸、你手上。哎呦哎、欸，拿！对，反正这就是我跟你说，其实很多会师都有玩这款游戏，所以如果你要跟会师打好关系、打好感情的话，你就可以先问说：“哎、欸，请问你玩光遇吗？”啊，绝大数都是说有啦，有些可能都说有啊，以前有玩，现在没玩的之类的。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这款其实蛮吃很多就是会师的口味。啊，我等一下就是挂在这边休息了。好啦，今天开台就开在这边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收看啦。啊，看有谁开台。米娅在开、欸，可是，好像也不需要带过去了。我们去看别人的台吧。哎、欸，白痴哎、欸，杰克在玩那款游戏。来，我们去杰克的地方，杰克家玩。走，我们去杰克家玩。RAIP。好啦，波拜拜啦，终于到家了，开台辛苦了。不会，来开始，波晚安，波拜拜。CAKETOML 拜拜，叉叉不是色色拜拜，信拜拜，冰上爱拜拜，小熊熊拜拜，呆鱼拜拜，马同学拜拜，信讲过了，乌咪拜拜，好不好？你继续哇，不用打字没关系。好，佩佩拜拜。哎、欸，佩佩，你怎么最近也在玩猴子啊？这样好玩吗？那、啊、你就继续玩啊，不用打字啊，无聊，拜拜。好啦，那先这样啊。晚上还有那个魔物台，那晚上晚点再来看我啦。那大家拜拜。还有安妮拜拜，安妮别潜水了，拜拜安妮。利恩拜拜，安妮说话，安妮，好啦，带过去咯，大家拜拜。